云顶 Hotel Resort 竟然隐藏了一家平价 Food Court。 先来到云顶的 Hotel Resort， 走去通往停车场的电梯，搭到 B5 楼，一路走出去，再转左就看到了，就是这间一代 B5，里面像是旧旧的茶室，很多 Uncle Auntie 在这里喝茶聊天。据说这里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，照片都脱色了。有卖烧腊，看起来很好吃哦。3.5块 Nasi Lemak， 热腾腾的包，还有杂饭和各类糕点。传统贵，油条 ，Nyonya 糕点。付款盖章后，把票交给工作人员。云吞面来了。分量给很多，有肉碎、叉烧，热腾腾会冒烟，味道普普通通，不过可以吃很饱。还有三粒云吞，小编的鸡饭也来了，同样分量十足，味道一般般。价格给你们参考，以云顶来说不算贵，食物选择多，还有早餐，就在 Old Town 附近而已，下次上云顶可以来试试。